尊敬的诸位大德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大学》。那么刚才学习了朱子解释之后，我们来看偶义大师的注解：修二空妙观，如好好色，故无私好。 断我法二值，如恶恶秀，故无思物无思好，故能明之所好好之，无远大慈也。无思物故能明之所恶恶之，同体大悲也。是谓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。 偶一大师把《大学》经文的义理呀、啊、拔高了啊，从世间法拔高到出世间法。那么前面《大学》经文有提到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秀”，这是用比喻。 来说明断恶修善那种恳切啊，那种决然。那么如好好色，这是讲修善这方面。那么最大的善是修二空妙观。 二空是人我空、法我空。啊，人是无我，为什么无我呢？因为人这个身体，包括精神，都是什么呢？四大五蕴假合而成，没有自信，没有主宰。 因缘和合，才成为人。正因为他是因缘和合，没有自信，因此他是空的。那人如此啊，一切众生、宇宙万物都是这样的。这叫法我空啊，观法无我。 这个“我”就是自自信主宰的意思。那么，真正认识到宇宙万有没有自信主宰，当下便是空空相，这叫修二空妙观。二空妙观有什么好处呢？ 帮助我们断除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是造业的根本啊，让我们迷惑颠倒。现在呢，把这个病根拔除。 修二空妙观呢、啊，好像啊，希求啊，这是指世间人，希求得到美色一样，用这种渴求的心呢、啊，去修二空妙观。那么二空妙观成就了，就没有思号了。啊，思是因为我执而来的。 有我这个执着，才会有思嘛。假如无我了，哪有思呢？那真叫大公无私啊！所以大公无私啊，是真正断分别执着之后，才能够啊正入的境界不执着我了。 就不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不分别人我了，也就没有任何的啊私啊任何的对立了。这个时候，融入与众生一体的境界。 啊，他没有丝毫。那么，断我法二执，跟修二空妙观，其实是啊一个方法啊，从两面来说，断我执就得人我空，断法执就得法我空。 我们断我法的这两种执着，就像世间人厌恶恶臭一样，立即远离。那么，我法二执都断了，当然就不会有思物了。啊，这个物是厌恶，思物是我的厌恶的，没有我了，哪有我厌恶的东西呢？ 哪有我喜好的东西呢？没有丝好，没有私物，才能够啊做到这里讲到的“民之所好，好之；啊，民之所恶，恶之。”啊，这才是所谓的。 乐之君子啊，明知父母啊。所以，偶遇大师这里讲：无私好，故能明之所好好之。这讲的是无缘大慈。试想想，如果我们还有我这个念头，就有我喜好的。 这叫丝毫。那想到我就不能想到人了。那人民百姓所好、所喜欢的，我们也就不能够啊，当做是自己喜欢的了。一定要把我执给断掉，才能做到。这个时候，我跟民是一样一体的。 这叫无缘大慈，缘讲的是条件，无缘就是无条件的大慈悲心。这个词就是爱心啊，是人呢、啊，无私好啊就能做到。那无私物。 把我们的我执通通断除啊！这个时候，我们见到宇宙跟自己是一体的，所以众生所厌恶的，就是我所厌恶的。众生厌恶什么呢？厌恶苦难。 所以，我们就能够发起大慈悲心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这种慈悲是同体大悲，跟众生同体。啊，大悲是啊，怜悯心。孟子讲的恻隐之心。 在同体的境界里升起的恻隐心，不忍众生苦啊，而升起度众生的大愿啊。那么，真正能做到圆满了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做圆满了，这时候什么呢？无心了。 有心还不能叫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我看到众生苦，我发一个慈悲心，动了一个同情的念头来帮助他，这固然是善心，啊，是爱心，但是这个爱，这个善不能称为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为什么呢？还起心动念。 甚至还有分别执着啊？为什么呢？你看到他苦，有他苦的念头，就有人我，这就是分别啊！啊，动了一个怜悯的这种情感的念头。 情感是执着，所以这不能称为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这个境界讲的是啊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的境界完全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众生之好。 众生之物啊，他的好恶啊，便是啊我的好恶。我有没有心有好恶之心呢？没有了啊！我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而能随顺众生，只有应。 众生有感，我们有应。这个境界就是成佛的境界啊！是为三界大师、四生慈父。三界，这是佛法的名词啊，又叫三有啊。所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这是讲六道啊。 分为三界啊，欲界里面有六道地狱、恶鬼、畜生是三恶道，人、阿修罗、天这是三善道，但是这个天是属于欲界天啊，欲界有六层天，再往上。 色界天，啊，色界只有天了，啊，不会有三个道。色界天里面有十八层，叫禅天。啊，无色界呢有四层天，叫空天。啊，所谓四禅八定，这是讲色界、无色界。 那么，所谓色界，色是物质，它有物质的啊，但是它没有欲望啊。欲界里面的众生啊，有欲望啊。那么，色界天人脱离了欲望，也就是他不会起财色名食睡的贪欲但是他还有身体，还有物质的世界。 这叫色界天啊，十八层啊，这里就不列举它的名字了啊，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就略说。无色界呢，是连物质都没有了，没有身体了啊，也没有物质世界了，我们称为啊灵界。这属于三界，同是啊凡夫啊啊，只是呢。 这个禅定功夫越往上的天越深，无色界里面最深禅定的是最高的一层，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他们的寿命八万大劫，但是呢没有办法出轮回，将来定功失掉了，寿命尽了。 还要重堕入轮回，所以三界的凡夫啊，都要依靠三宝啊，尊佛为师啊，佛是啊，三界之外的，不仅是三界之外，还脱离了十法界了。 他能够在三界里头教化众生，所以佛是三界大师。啊，四生慈父也是讲佛，四生是讲四种生命的形式。啊，经里讲的胎卵湿化，啊，胎生，很多哺乳动物啊都是胎生的，啊，人类也是胎生的，卵生。 啊，是生鸡蛋的啊,啊，这个鸡生鸡蛋，鸟有鸟蛋，这是卵生。还有湿生的啊，因水啊而生的，还有化生、啊，它不是依靠物质变化出来而生的啊。那么天人是化生。 地狱里的众生也是化身。那么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形式，佛都平等的看一切众生啊，像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像自己一样，真正做到爱民如子，爱民如己。 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称为呀、啊，四圣慈父啊。那么正入这个境界，就是要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就能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界六道，通通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变现出来的。 把执着放下了，你就出三界了。啊，那么如果分别没有断，你是四圣法界的圣人。四圣法界是所谓的声闻，啊，我们称为罗汉，啊，圆觉，这比罗汉更高。菩萨，还有十法界里面的佛。 都没有断掉啊，妄想啊。那么阿罗汉啊，声闻缘觉，他们没有啊断分别。菩萨把分别断了，但是呢，还有妄想啊。十法界里面的佛啊，妄想到了最后啊。 但是还没有断尽，断尽了妄想了，这就入一真法界了，啊，十法界也没有，那就成佛了。这个时候就真正做到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了。所以，偶一大师。 将大学经文的境界啊、义理啊拔高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底下经文引用啊《诗经》说：“诗云，解彼南山，为始言言。赫赫诗隐，名句尔瞻。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。” 则为天下路矣。那么诸子啊，把这里呢分成一节。啊，那么我们先看朱子的解释。这节经文引用的诗，是出自于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之篇。这个“节”。 朱子说：“孑然高大貌，就是孑然高大的样子，啊，这个赫赫诗隐的诗隐呢、啊？是周太师隐士也。那么太师和隐士，这是两个啊周朝的官名。” 都是很显赫的官职，那么担任这种官职的人，他们地位显赫，所以呀、啊，明聚而瞻，啊，人民百姓啊，都看着他，啊，聚就是共同的意思，啊、而是你呀、啊，瞻是看、啊，人民都一起看着你呀、啊。 因为你地位很显赫，啊，所以这一节诗文，啊，用白话来讲，是高大的南山，岩石啊是那么高峻，显赫的太师和隐士，人们都在瞻仰着你们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是提醒啊。 在高位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德行啊，不可以不慎啊。所以讲，有国者不可以不慎。啊。朱子说：“言在上者，人所瞻仰，不可不谨。”啊，在高位的人，国家领导人。 大家都瞻仰你啊，特别是现在媒体这么发达，有一一些风吹草动的小事，全世界人都能马上知道，那怎能不戒慎恐惧呢？哎，真的是啊，前面经文所说的，会一言愤世啊，一人定国，你说了一句话。 如果说的不妥当，可能败坏了一件大好事，可能会造成祸国殃民啊！怎能不小心谨慎？啊，《诗经》里也讲到啊、嗯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屁！ 者为天下路矣。这个“屁前面我们讲到了，是偏颇的意思啊。前面讲过五个“屁字啊，啊，那么有这五个“屁，原因都是有私心啊。前面经文所说的，如果我们人有有所亲爱。 啊，有所见物就是你所轻贱、你所厌恶的；有所未敬，有所哀惊有所傲惰，则辟焉。就你就会有偏私了。啊，那么结果为天下路矣。这个路。 当做杀戮的“戮”字来讲，也就是自己啊，神会被杀，啊，国会被灭亡、嗯，家破人亡啊，啊！所以朱子这里解释说：“若不能协举，而好恶循于一己之偏。” 则身世国王，为天下之大路矣。那如果不能够自己谨慎，奉行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邪举之道，啊，反而呢，会用自己的喜好或厌恶啊，来去。 待人处事、接物啊，这好恶啊，于一己之偏，这偏就是私。由于自己一己之私啊，用自己的好恶来作为判断，而不是用明之所好、明之所恶来作为判断，那结果果报。 就是身世国王，啊，弑，古代讲弑君，就是啊，国家领导人被害了，啊，国家也被灭亡，被天下的人民呢、啊、推翻了，啊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。 都是这个规律啊！所以这里讲到的道理，在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得到了明证。因此，怎能够啊，留自己一丝啊，这个一己之私呢？怎能够不放下自私自利呢？ 我们师长常常提醒我们：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这些都是一己之偏啊，自己的好恶要放下，然后你才会入圣贤之门呐、啊。 特别是在高位的、身居显赫的地位，或者有啊显赫的名声，有很大的影响力，稍有一念之偏呢、啊，这个结果可能是不堪设想。那么果报啊，那就惨重。啊，现世。 就有身世国王的果报，啊，自己被啊推翻了，被杀害了，来世做三途的果报，在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受报应，啊，在。 周朝历史上就出现了周幽王宠幸褒姒啊，褒姒是一位绝色的美女啊，啊，幽王好色贪利啊，为人狠毒，重自己的欲望。 寻自己的偏私，没有想到，国民。他竟然能够啊，为了使包姒啊能够笑一笑，啊，他悬赏千金呐、啊，看谁能够想出个好方法，啊，让包姒能够笑出来。你看，寻一己之私。 啊，这是他自己的好恶他所喜好的，没想到民之所好，结果就有小人呢建议了，啊，可以点燃这个烽火，啊，骗那些诸侯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烽火台在古代啊，那是军事情报的一种工具。 看到有敌兵压境了，立即啊，在烽火台上点上啊这个烽火，啊，烽火是用狼的粪便来做的，它那个烟特别的浓，啊，所以叫狼烟，啊，所以一般用狼烟呐、啊、来比喻战火，啊，狼烟四起就是讲战争，啊，那么当。 附近的诸侯远远看到啊，狼烟起来了，立即啊就带兵来救援，啊，所以这是传递军事情报的一种工具。结果幽王呢，他听了这个建议啊，他觉得很很好，立即啊采纳，啊就燃起狼烟了。附近的诸侯一看，以为呢周天子啊可能。 受到敌军威胁了，立即带上兵马来救援。结果来到之后，发现没事，只见到幽王啊跟褒姒啊在城上啊哈哈大笑。啊，幽王啊，他说啊，朕就是希望褒姒啊有一笑，现在他终于笑出来了啊，赏给那个提议的小人呐、啊、千两黄金。 这一笑千金呐、啊！结果诸侯都非常气愤这以后果然国家产生兵变，这诸侯国啊都不来了，以为幽王啊啊又燃起狼烟，又来骗他们了，就不来救援。结果幽王最后。 就死于兵变，国家这西周国啊就灭了，啊，后来一个天子，啊，改国都啊，就成为东周，啊，东夷了，所以身世国王啊，为天下之大怒啊，真的。 如果好恶寻，这个寻于自己的私欲，果报啊就很明显啊，所以不可以不谨慎那么底下又引啊《诗经》文，诗云：“因之未丧失。” 克配上帝，一见于阴，俊命不易。道德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啊，这个《诗经》里面啊，讲到啊，殷之未丧失，因是指殷商王朝啊，未丧失。 就是还没有丧失众人的拥护啊，师啊，当众字讲啊，百姓啊还在拥护殷商王的时候啊，克配上帝，这个克是能够、啊、当能字讲，配是啊，当对字讲啊。 那么也是说，君王的德行还能够啊，合于上帝。要知道，君王在古代称为天子啊，天之子，他的德行要跟上天呢、啊、相仿佛啊，要对应的起来。所以，你看古人。 对国家领导人德行的要求，那是多么的崇高！啊，那么这首诗是出自于啊《文王篇》。啊，这个一见于因俊命不易。这个仪啊，当做啊这个仪字讲，就是那个。 啊，适宜的宜，啊，就是应该的意思。见就是啊，引以为鉴，引以为戒。啊，殷商王朝啊，到了最后，殷纣王荒淫无度，啊，纵欲贪利。 所以呀、啊，使到殷商王朝灭亡了，啊，纣王也死了，啊，身世国王，这个我们应该引以为借鉴呢、啊。啊，俊命不义，这个俊，诸子解释为大的意思，啊，这个大命。 是什么呢？就是天命啊！我们看殷朝的这个历史，嗯，这个一见就应该去看殷商王朝的历史啊。这个“见”是当“事”之讲啊，看这个历史要引以为戒。为什么呢？天命啊！ 不容易获得的啊，这个义啊，诸子这里呢，啊讲说不义是难保也啊，天命很难保，所以义是当难义的义来讲啊。那么郑玄、郑刚成先生啊，这汉儒啊，他的注解呢，他把这个义啊当做改义来讲。 啊，就“意就是改的意思啊，所以“俊命不义呢，解释为天命啊是不会改的。那什么是天命啊？底下一句就说了：“道德重则得国，失重则失国。”啊，道是当言字讲啊，这就这里是说说什么呢？ 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你得到了民众的拥戴，你就能够得天下；你失去了民众的信任，就失去天下。这就是天命啊！天命是不会改的。谁合乎天命啊？他就能够。 保有天下，谁要是违背天命，这天下就不属于他了啊！所以这个“俊命不易”呀，这两层意思都很好啊。一个当做不容易获得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啊。第二个是讲天命啊，不会改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啊。 好好的修身，啊，才能得众。啊，那么，诸子解释说：“隐诗而言此啊，以结上文两节之意。有天下者，能存此心而不失。” 则所以协举而与民同欲者，自不能已矣。啊，这里引诗文啊，因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一见于因，俊命不易。啊，这首诗文啊，来总结啊上文的意思。啊，上文讲到这个。 啊，前面引的诗云：“结比南山为诗言言赫赫诗隐，凝句而战。啊啊，这是小节前面两节经文的意思。啊，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前面说到的。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路矣。这是一个意思，啊，提醒国家领导人不可以不慎重。如果徇私、纵欲、贪利，就会造成自己啊，国破人亡。 另外一个意思呢，这是第二节的意思，说道德重者得国，失重者失国。啊，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。那民心之所向、啊，是向啊有崇高道德的君子。 这位君子能做到明知“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恶，恶之”啊！啊，他有崇高的德行，他没有私心啊！所以这里讲到的啊，他能存此心而不失啊，这个是。 有天下者，这是讲国家领导人。存着为人民忘我的心啊，那么他的协举之道，己欲利而利人呐、啊，己欲达而达人。 啊，而能与民同欲，啊，这就是前面说到的“民之明知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恶，恶之”，这是与民同欲。啊，他自不能已矣，因为他有一个啊，只有为民不为自己的心，所以他不会停止邪举之道。 不会停止与民同欲啊！不能以这个“以”就是停止。下面经文又说：“是故君子先胜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” 朱子这里解释：“先圣乎德，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。德即所谓明德，有人为德众，有土为德国，有国则不患无才用矣。” 所以，君子这里尤其讲到领导人啊，他首先要谨慎的是他的德行。这是承接上文所说的啊，“有国者不可不慎，这个意思说下来的。所以，这个君子是讲的有国者。 那么这个德是什么德呢？诸子说是明德，明德人皆有之。既然人皆有明德，啊，所以呢，他最后也能得国啊。这得国者不是说规定一定是哪一个人，只要你有德。 你就有人，有人你就有土，有土就有财，有财就有用。这里没有规定是哪个人啊，所以他说有德才有仁，这个人就是民众啊，就像文王、武王。文王当年不是天子，他是啊。 商纣王的诸侯啊，啊，但是因为他有德，他能明明德，所以人心所向，万众归一，他就有人了，啊。 有人持有土，这个土就讲得国了，他就能够啊得到天下啊。而商纣王因为呀、啊、无道，所以他就失天下啊。这叫失众则失国啊，而为天下路啊，被天下人给杀戮了。 国家也灭亡，所以德是根本的。人、土和后面的财都是自然而然得到的啊。所以有财才有用这个有土才有财啊，就是你得到了国家了。 有国者不患无才用啊，你还担心没有财富吗？啊，古人所说的“四海之土，莫非王土”，啊，所有的国家的物质啊、物资啊，都是你的财富。那有才做什么呢？要有用，用来做什么呢？用来。 彰显你的德，还得回过头来，啊，不是用来满足自己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啊，寻自己的私欲，那又堕到了，啊，纣王那样的为天下路所以这个用啊，不能用偏了，用于私，这就是偏，这就是僻，啊，用于公。 用来明明德、清明、止于至善，这是正用，这又更使得你的德提升和彰显，啊，就会有更多的人、更多的土、更多的财，这是良性循环呐！啊，那么这是诸子的解释。 啊，这一段的经文，那么偶遇大师呢，把前面呢这些经文合起来啊来做解释，从诗云“解笔南山为石言言赫赫诗隐名句而瞻”开始啊，到这里有才词有用啊这一大段的经文，他来一个和解。 啊，偶一大师说：“事故二字，顶上三则，啊，自来谨切之极。这个事故是讲事故，君子先胜乎德啊。这个事故是所以的意思啊。这所以是成上面的因啊。” 才有这样的一个果啊！君子为什么要先生乎德呢？因为有前面所说的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路矣。作为一个领导，如果不戒慎恐惧啊，力修德行。 而能而、呃、会徇私纵欲，就会被天下杀戮。啊！因为得民心则得天下，失民心则失天下。所以，君子先胜乎德。啊，这来的很紧切、啊 不容得我们犹豫，决然、毅然去修德啊！这顶上就是事故以前有三个“则”字，这三个“则”字是什么呢？辟则为天下路矣，德重则得国。 失众则失果，三个“则”字，这也是讲到啊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你修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报，屁是你偏私了，啊，徇私纵欲，那么就结果是被天下杀戮。 得众呢，得民心呢，就能得国；失众、失民心，就会失去国家天下。三个“则”字啊，把这因果讲得非常紧切，叫紧切之极。啊，那么这里，偶一大师又说：“不曰明德，而曰圣德。” 正显明明德之功夫，全在慎独也。这是对“是故君子先慎乎德”这一句来开解。啊，这里为什么不用明德而用慎德呢？啊，不讲先明乎德，而说先慎乎德。 那这个慎呢？正显明了明明德的功夫，在慎独啊，这个慎字啊，是讲慎独。我们在私居独处的时候，还能做到啊，遵医道德。 啊，而不啊放纵自己的私欲、烦恼、习气，这叫慎独。啊，所以这里突出啊慎独的意思，明明德的功夫全在慎独。啊，所以如果这里讲说明德，那个慎独啊，意思不够清楚。 用“慎”字就显示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一个人的德行从哪里体现呢？他能不能慎独？为什么君子能慎独，小人不能慎独呢？前面讲过了，小人闲居为不善，啊，这是不能慎独啊。 是因为君子他明白了前面的因果道理了啊，知道如果徇私放纵，就为天下路了；得众就得国，失众就失国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君子畏因呐、啊，他害怕造不善的因，将来必定得不善的果。 所以他能慎得，而小人呢，他不信因果，啊，他敢于造恶因，他不能够慎独，啊，结果呢，果报现前了，他就害怕了。君子跟小人呐、啊，区别在这里。 那么，偶一大师下面又说：“有德此有人，变为下文用人章本；有土有财，变为下文理财章本。若悟大道，则生财亦大道，不与大道之外别上生财意。用人理财，是平天下要务。” 而皆以圣德为本，皆即圣德中士。谁谓明明德外更有他道在。关心事者，性聚三千，名为天下。慎独是先悟性起，用人是智慧庄严，理财是福德庄严。 这里又是把毅力拔高了，啊，这里讲到有德此有人。是为下文做一个铺垫，啊，下面讲到用人之道，那用人根本在于自己有德，啊，有德才会有人嘛，啊，不是说啊，在。 修德以外还有什么用人之道了？没有。有土即有财，这是为底下说理财做铺垫啊。说出财的根本是土啊，就是国土。那土的根本是人，人的根本是德，所以说到底还是德，德是根本。 啊、那么，如果把大道都悟透了，那底下讲的生财有大道，我们就明白了，生财也是大道。啊，不是说在大道之外啊，还要找一个什么生财之道？这个大道是什么呢？就是修德啊，就是修身为本。 就是明明德，止于至善，这是大道。生财之道亦在其中啊！啊，这是真正的经济学啊。啊，我们想要学习发财，搞好经济建设，最重要的抓住根本，就是修德啊。 那么，用人理财，这是天下要务，这、就是我们要治理天下、治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桩事情啊。一个是用人，一个是理财。这两桩事情实际上都以圣德为本啊。国家领导人自己要修德，这是根本啊。所以用人。 理财都是圣德中士。谁能够说明明德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道呢？明明德就是全部的大学之道，它包括用人之道，也包括理财之道。啊，所以一即是一切呀、啊。那如果用佛法的高度来解释呢？ 这关心是者，这关心的心是讲佛法啊，佛法是心法，心外无法，啊，讲究的是性具三千，性是我们的自信，本具有三千界，这三千就是一个佛法的名词，啊，十法界里面，啊。 这是讲六道和四圣法界啊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十法界里面，每一界又各有十界啊，这就是百界、啊。比如说人道里面，它也有佛啊，也有菩萨，也有圆觉，也有声闻，也有天，也有人啊，也有阿修罗啊，也有地狱恶鬼出生。 所以每一界里头有十界，这就百界了。百界里面呢，又各有十如是。啊，这是十如是啊。我们把这个名相提一提：如是性、如是相、如是体、如是力、如是作、如是因、如是缘、如是果、如是报、如是本末究竟，这十如是。那百界。 每一界有十如是，这就千如是，百界千如啊，这一千了那么讲到这世间呢，有三种：一种叫气世间，这是物质的世界；一种是众生世间，这是有情众生；一种是五音世间啊。 所谓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讲到身体和精神，啊，三种世间，每一世间又各具这一千，啊，百界千如，所以呀、啊，三世间就叫三千了，这叫性具三千，啊，那么在理上讲有三千。 在理上是性本具三千，在世上讲呢，啊，世上也有三千，所以叫理具世造两重三千。佛法里讲同居一念，就在一念当中，啊，所以这里讲到的三千界呀、啊，就叫天下。 天下的这个范围就广大了，包含宇宙百界千如，而同居一念呢、啊，就在一念当中，所以这两重三千界呀、啊，都是平等的，都是一念嘛，啊，那么圣德这里讲先悟性体，我们悟了这个自性本体了。 那么，两重三千界，也就是你整个天下都得到了。这个时候，你一看，所谓用人之道、理财之道，都是自信中本有的性德。啊，用人是智慧庄严，理财呢是福德庄严，智慧和福德，自信中本具啊。正如华严经里讲的。 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是讲到啊啊智慧庄严、福德庄严。这个时候，天下自平了，这是平天下的大道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呢今天先讲到此地，有不妥之处，请诸位大德多多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。